现在我们是这个周围呢都是茶园，就是做祁门红茶的核心产区，这边的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些其实都是茶园，我们能看到这些都是茶树。 我们沿着这条路上去。对我们子路的村民，非常的热心。 茶树在太阳的映照下，它的香气没有办法在视频里面显现出来。这是我们上山的路，原生态的野茶，所以它的叶子其实是很小的。 周期已经到了，到了更年期还不止，不能，这啥都踩不动了。哇，你看那边的感觉。我现在海拔高多，550米。 太美了！这是祁门红茶的生态环境。